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老旦演员吕欣。国家京剧院公派老旦演员吕欣师承公派教育家王玉敏先生，又得到京剧表演艺术家李金泉先生亲授，后拜李派创始人李多奎先生的琴师周文贵先生研习李派唱法。今天呢，我们将接着教《吊金闺中》的原版。在唱之前呢，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，我先给大家说一下。主要是原版呢，它在吐字和归韵上，它其中呢有许多呢，就是堕句，也是好比说我们讲的是镶嵌句的唱法，它主要是在嘴皮子上必须有力度。前面呢有几个弦笑子，子闭嘴音的唱法及节奏。下面呢，我就是边唱呢边给大家做一个解释。有几公几公，这个个字呢，在唱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一个上口字。过呢，我们要唱的这个同样是一个有一些借字的方法哈。它呢是唱个与阔之间的这么一个字，这样字出来呢，它会打远儿。有几阔。过稍微这样，远处听的观众听的呢，它就是一个个字，非常打远，出来呢也很顺耳。弦笑子，弦笑子，子是个闭嘴音，闭嘴音呢，同时呢，它归一些鼻腔，把这音啊也要打出来。
先笑走原版呢我们唱起来呢就是说它的灵动性更强，更摇曳生姿，是这么一种感觉，嗯，希望大家呢体会。往下来，听娘来轮第二道一桩桩一件件，注意土字，吞吐的字，一桩桩一件件娘记在心那大顺，今天为的东西小顺。哎，这是好像前面一个小段的一个隔开，这面往面下边了，就是这些镶嵌句的唱法了。丁兰科目来自半一蒙松枯枝，你看它既不能浊，同时呢它还要吐字吐得非常清楚。丁兰科目来自半一那蒙松枯枝，阳香啊大湖，这都是那贤孝的儿孙呐、啊，我呐，你看最主要的是呢，还是落在儿音。我那不孝的儿啊！那下面我唱一句，大家跟我一起唱一句啊。有几个哦。那它中间有两个断的地方，大家最好断，这有的地方是该断的地方呢必须得断，如果都连在一起就成那个连片子嘴了，它就不好听了。先笑子把这两个断的地方大家记住啊，再来一遍。先笑子很好，听娘来论，听娘来论，一桩桩一件件娘记在心，一桩预备起，一件件娘记在心，那大顺今天为的都是孝顺。丁兰科目来自半一蒙松枯枝，阳香啊大湖。丁兰科目来自半一那蒙松枯枝，阳香大湖。好，我呀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中间有好多的虚字呢，没有，它有些过度，没有不好，但是多了呢也不好，这样没有尽量呢，不需要用的地方呢就不要它就行了啊。我再给大家把丁兰科目再示范一下啊。丁兰科目来自半一蒙松枯枝啊，阳香啊大湖。大家一块唱。丁兰科目来自半一蒙松枯枝啊，阳香啊大湖。这都是那贤孝的儿孙呐、我那不孝的儿啊！丁兰科目来自半一那蒙松枯枝，阳江大湖，这都是那贤孝的儿孙呐、我那不孝的儿啊！这个你看。就像写墨笔字一样，这笔锋啊得对了，不能你光把这个好像大概齐对了就不行。你看我这重点啊，丁兰科目来自半一蒙松枯枝啊，阳香啊大湖，这都是那贤孝的
儿孙呐、我那不孝的儿，你看重点在不孝的儿啊。下面呢，我就把原版的第二段整段给大家做一示范。大家说的比较清楚了，现在呢，我再把动作呢给大家做一个示范。有几个贤孝子，听娘来论：一桩桩，一千千两计，在心那大顺，今天为的都是孝顺。他就站在你面前，他站在与你有这么个。这个丁郎这唱的时候呢，丁郎可母来自半一梦中苦吃啊阳香啊大呼，这都是那贤孝的儿孙呐、我那不孝，这手要颤抖，不孝的儿啊啊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孝顺，一边唱啊一边指着你看看你，哎你这不孝顺啊，他说，哎，得了吧，他念他的，我们这展泪，这也展眼泪，往过走，走吧，走到这儿，听他念，你现在呢就是摇着头，哎呀，他怎么越说越生气哈、啊，哎，隆咚，你看，侧身转过身来唱第准备唱第三段的时候，哎，他越说越生气，再往前再走第三段，前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。要求我刚才给大家演示完了，下面来你们两个小朋友给大家从头到尾演示一下。
下面呢，我们就现场观众还有什么问题，大家可以提一下。李老师好。您好。这段中的闭嘴音我怎么老发不出来啊？怎么样才能唱好啊？我呢先给您做一示范。先小子子子，一个上齿音和鼻腔音，这样子用我们的气息吹这个声带，要气息跟声带的合理性，既不要过它也出不来声音，那样还会哼嗓子。先小子，哎，它是鼻腔和齿音在这儿才能把这个音发出来，希望您回去练习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您说。嗯，李老师您好。您好。那个我问一下，您那个有什么窍门吗？唱得这么好啊，我们怎么学也学不到您这个功夫。窍门啊，是就是得常年的练习。我是11岁就和王玉民老师一起学习的，啊，所以他有一个可能是有一个幼功。作为我们戏迷来说呢，您呢，首先这气沉丹田，唱原版的地方呢，主要是在吞吐吐字。槟榔科木来自班，你看我们唱的时候呢，这个上嘴唇呢又不能完全这很放松的，它上嘴唇呢，因为我们是。一般演的是旧式的妇女形象的，她这个上嘴唇呢都要往下压一点，这样感觉呢唱出来音不仅好听，她更像那个人物。镶嵌剧啊有一定的难度，听起来很容易，其实是尤其对戏迷来说呢，可能是嘴皮子上功力要求大一点。我再给您唱一遍。槟榔科木来自半夜梦中枯枝扬响啊大呼，这都是那贤孝的儿孙呐、啊，我那不孝的儿啊！谢谢谢谢。谁还有什么问题？李老师您 好, 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老旦的表演，他的脚和手、眼睛、头怎么摆？我想学一下。这种传统戏呢，它的动作呢也有一定的规范性。它的指呢，好比说，我给大家说一点动指呢，就是你看老旦的指吧，它的小拇指呢，尽量扣着一点。手呢，你看它不是像花旦是这样挑着，不是，它是很自然。好比说这个好，它也需要，你看它就在这基础上找一个圆度，都是圆的，我们大大方方的。动作呢都是在这个范畴，不可能出圈，这个传统戏的动作不要出这个范围。刚才我给大家做示范的时候，大家也可以看到。现场的观众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您说。李老师您好。您好。那个刚才看你哈做这个老旦的动作哈、啊、我有个问题哈、啊、就像这个他是康氏，他那个甩水袖，您是这么甩，也有就是这么秃噜的，我不知道哪个是就是应该是正确的啊。好，您讲的特好，问的也特别好。我现在还同样给您做一示范。您看我们这水袖，这手拿着棍儿，水袖呢它是顺着自己，你看这顺着身子扣着腕子这样顺着下来，顺着下来以后呢抖一下，抖过去了吧，马上翻过来，你看这手啊在水袖里边是要张开，这么在它中缝，水袖应该我们拿一个水袖，它一中缝，这样一抖呢，它就过来了，是吧？水袖过来的情况下，这样一颠，两颠，顶多第三下，颠好了以后，把这手马上攥上，这大拇指在这挑住，就搁在这儿就行了。它这个水袖呢，既不能这样抖，这样很难看。同样的，这样抖，这个不是老旦，老旦它就顺着，你看，我顺着，既不是冲前，也不是，也不是这样。哎，它是顺着就行了。现场的观众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您好。您好。在唱戏的时候说老旦呢就要横，可是呢您今天在这里讲呢要顺这音，我唱一句您给我听一下。好好，您唱。有几过着，有几过，
有几，我刚才说各字念过各阔之间，呀呀，击空啊！你看击空，它是这么一种。老旦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咱们呢有些错误的理解，击空你认为这样好像是这个是。是这种，我管它叫一些夯音还是什么的，这样的唱出来呢，您不能够长久，唱的多了，我们这个嗓子就要噎回去了，以后呢您就没法再唱了。希望您呢下去再练练。谢谢。今天呢，我们学的这段唱呢，主要是在大家那个镶嵌剧的吞吐，主要是在这个方面。可能对于一般的戏迷来说呢，它有一些难度，这需要回去去练。下面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把整个这段咱们大家共同唱一下，好吧？他的事在那儿头上有